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不玩的世界。上次抽奖活动的获奖的小白一直都没有跟我联络，所以就依照我承诺大家的，我今天就要再抽出新的获奖者。那我们一样是用网络那个因素随机的筛选来挑出我们的获奖者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获奖者是谁吧。我们新的获奖者是杨爱晨。好，那我一样会去你在 Post 大放送一万订阅抽奖的那个影片上面找到你的留言，然后把它置顶。那希望你在那边可以回复我的留言，给我你的 email 或是 IG 账号，这样我才可以联络你，我才知道我要把这个 Post 网寄到哪里去。那很恭喜这个杨爱晨是我们第二个获奖者，希望你会联络我。那谢谢你们收看，下次见，拜拜。